自从你走进这扇铁艺烧制的法式原木门，你的视野就完全被它的空间感和低调的完美说服了。坐落在林荫著名的 Q 区，每个超大的玻璃框都是一个不同的风景。这是著名国际设计师 Philip Manningham 的独家创作。你很容易的就会理解为什么设计师会在这个位置做出这么重要的杰作。在这里，空间、质感和个人风格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在这里，你能感受到聚会的激情故事，也可以感受到生活渗落在每个角落的平凡和不朽。被精心打理的花园让生活变得更隐私和安逸。关上门，这个世界只有你和我。轻松和轻盈的生活设计让家里家外都充满了热情和娱乐。在这里，颜色的层次和步步为景的气质成就了这个家的典雅，也成就了无数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回忆。